汪小菲竟然动手推了小 S， 姐姐一定出来跳出来啦、啊！一定。这一跳出来讲什么呢？说你不能这样对小 S，、你必须要跟我妹妹道歉。他当时就把怀胎九个月的大 S 给推倒在地上。这又是什么瓜啊？近日有媒体爆料，汪小菲曾经家暴大 S。问题的关键是，当时的大 S 已经怀孕九个多月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是多大仇啊！瞬间引发网友的热议。也难怪大 S 之前曾透露自己的十年婚姻如同坐牢，在婚姻里比当女明星还累。或许那个时候大 S 对于两人的婚姻就已经感到绝望了，所以离婚后遇到前任鞠婧祎的求爱，就立刻的坠入了爱河。但也不得不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既然分开了，还是好聚好散，各自安好吧。怀孕期间的胖的程度，是你有亲眼目睹汪小菲露出惊恐的样子，惊恐的表情。对，他的表情呢，就很像李心洁在演《见鬼》的那种表情。